啊这个冻库里面的冰把它处理掉，因为这个冰太厚了，那个制冷效果就没那么好了。现在的话，我就和我爸现在把这个冰把它处理掉了。来，小吃冰糕来搞快点来。冰就倒到这里了，那等一下化了过后就变成水就流走了。我要喝冰。早上在这里弄什么呀？咕隆咕隆的。冰晶，你拿冰锄的嘛？你拿铜锄。干啥啦？弄冰的嘛。哎，爸爸，我昨天晚上收杀鸡给你吃的嘛，昨天回来了。我回来才杀鸡啊？不是，我去喊妈妈来杀鸡。你老二去陪，给我们抢好杀条吃。外头搞，有啥子吃的嘛？屋里嘛，我们屋里嘛，要不你生意困难，在外头生意吃啥子？我妈妈说没得别的吃的，就嗯杀个鸡腿骨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干什么？还有个牙齿，一个老牙齿在杀。娃娃，牙牙，牙牙，牙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哇，那个鸡原来在生蛋，好杀噶！你看，妈妈说。在那里，要带哥哥去啊！他自己就在外面啦。再带哥哥。再过那个鸡生鸡蛋也要带哥哥的，那个鸡。别生了吧，现在。没生了，走。这个要生，我让我杀哥哥去，快点走。走，杀鸡不鸡少好吃。这小东西最喜欢就是看丫丫、看姨伯伯、看哥哥。妈妈，不跑！一二一，快点带哥哥了，快点！一二一，好生。哦，你要打哥哥，你要打哥哥啊！你要打呀！走吧，走，去杀哥哥，喝哥哥汤，我们喝哥哥汤。看你爸爸妈妈回来啥子都不弄，你看到没得？等一下躲躲娃娃哈。看，钓了条鱼啊，还好有鱼吃。我们这边鱼都没得吃。你在那里钓鱼钓啥子？我没钓到。来喽！有没有把技术转给我？来喽！那个机会哟，会的很喽。奶奶，走嘛，单手，走，钓鱼，单手，来，走，我爸爸钓，走。洗个洗个，撩哈，我的白酒牙签，来，写字，写一，好一，一，看，干嘛老是看到那里去了？你能不能认真吃慢慢的哦？做好来吃。这个人就是这样子，你看，吃得饱了都是这样子，开始过场多人。啊，再吃两口就不吃了。啊，这个对啊，还吃不吃？不吃了。不吃了。来了，还剩一两口，这个属于自然现象。把油给它冲。还是有大盆焖，慢慢的炖，没杀还补牙，牙都是没疼。你看爸爸钓了鱼白白没有？最喜欢了。看，我出来一会儿就钓到鱼了。那个是钩的，是的。没有嘴巴嘞，你看这里不是吗？嘴巴。
谢张水来，来拜拜。嘿嘿。啊，好摸擦的干干。这是第二个，这第三个，是不是有没有感觉越来越小啊？这个最大的。还是你爸爸能干，宝贝。那他上次来守了一天，动都不动一下。你怎么掉到了你？没丢上，你看那，老潮旺了，潮旺了，那有潮旺吗？彭条干给那个潮旺吗？那嘛，彭老五嘞？哇，还回去拿？不用拿了，哇，那老干可惜啊！放在下面，放在地下嘛，之前不动是吧？来，这是大鱼吗？来，给它变，来宝贝。这个也是干呀！哎呀，喂，好吧。哇，大白白，你看。大鱼，大鱼。你钓出来，我给老汤，给他。钓几个？老汤。来，接下来给你照片是吧？鱼爸爸。哎呀。哈哈哈！那变不了呀，那给你变是吧？装到回去味道，把提回去，冰了再算。哎，小鸡不你看嘛，这是长大了又是变异的。来开手手来，莫耍了，来开手手来，快带回去了，不然你把你的鱼把它放在头上。鱼把你走，把你走，把鱼放在头上。这个鱼太小了，不要鱼，不要。哦吼，不得了，哪跑了。哦吼，不对了，给我给爸爸那个，给爸爸，你快回去了，走，鱼在这里来，你看，钓鱼走了，快钓鱼回去了，快走了，快走了，快走了，走，我回家了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干嘛？快走了，快走了，干嘛？鱼在这里，鱼，你看，走，拜拜，拜拜。得了几个？你看嘛，哥。哎，今天你们是大运气啊！哎呀，钓了没好几个，那个鱼好大哦。啊，我拿回去放。啊？拿回去放。哦。好，爸爸回来给他干就，不会闲着了。叔叔啊，叔叔。我去弄了啊，狼哥啊，狼哥，走，走走。跟着羊的，走走不弄不多了，啊。你再去兜嘛，去兜嘛，去兜嘛，养嘛，养嘛，哎呀，有小妾了。那等多大一个，先稍微把它吃完，很多人。好油哦，你撩过来你还炖炒油噶？这几位的经验还是不一样。外头是拖到了，外头，外头哪屋的生活那么好？喊他回来吃啦！快吃，不要杀个鸡你们吃啊，拿得回来。老妈今天在外面没得到吃，是嘛？外面生活贵，外头。外头吃不到外头东西噻。嗯。那个外头卖的真的挺低的，外头没时间弄。外头皮不香。嗯。那鸡好吃吗？不肯啊。我吃点。吃了这些料的，大家女儿给我讲了，我在家里面钓。是啊。来夹夹夹，你吃完没吃的呢？人家那个鸡是不一样。哥。是吗？刚刚这个味道淡了。